先的话咧，我过到嚟咧，我去担出线呢两条线咧，佢系有短流嘅，佢地有短流呢两条线，我重新插咗佢两条，重新换咗两条线之后咧，而家就 OK 翻嘅。咁佢佢地嗰阵应该好似系十五万系嘛？15万欧左右嘅。讲我而家就帮你换咗两条线，同埋呢个位置嘅话咧，我帮你重新绑咗下，重新换咗呢个卡位，呢个卡位头先亦都系赔咗，所以你见到而家系一个扭斗一个扭帽唔同样嘅，系帮你换咗整咗呢斗同埋换咗两条线，其他都冇搞过嘢啦。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想多了？诶，个压缩机，最近个压缩机都已经系7安电流咯，有几多3安啊，大佬？就系个压缩机，你而家你睇，都已经个7安电流。我谂可能系10安电流，嗰个保险应该系有换嘅呢种可能性嘅。你而家净系净系个压缩机，都已经个7安电流啊。温暖之宝留给我。我哋睇翻佢而家个水嘅温度，个水温30，最高嘅时候有37度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排水嘅水温似有啲下降，好正常。而家32，最高嘅时候去到37，排水温度正常。现在的温度不断升高，我现在是我现在是没将这个盖揭下去，其实它现在的温度接近180度，大佬接80度，我没揭下去，揭下去它就跳了掣。现在是拆紧第二板壁，现在开始发水，喜怒哀乐我